啊，我们一起来念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必成正觉第七。啊，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的经文呢，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是在承德是在英国汉学院的哦。大家看我的穿着，就不是在国内的，那也很难得，刚好我们从今天晚上，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群书治要5天的课程，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么多。跟随师父上人，志同道合的同参道友，大家相聚一堂。我们这个摄影棚一般感觉都是比较凉的比较冷今天好像感觉挺热的。也是，有这个摄影棚以来我看。一起共学人数达到新高在藕益大师的教诲净色名虽然只有4条这个对于我们修学净土当然修学净土的目的是要当身。成佛，因为往生极乐世界，就不退成佛了。这个是从出世法的角度要守这4个条件。其实这4个条件呢，用在世间法也是一样这些理都是相通的。比方，这个4条是。净土为归，持戒为本，观心为要，还有一个善友为依，依众靠众。那首先净土为归呢，归宿，从世间的角度看，就是你的人生的方向跟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天做一个事业，要不要有目标？而且什么时候朝着这个目标？你不朝着这个目标，就背道而驰了。甚至于在缩小。汉学院学生来读书，学每一个科目，那他也要有目标他每一天不能空过朝着这个目标所以这个是，净土为归，事出事法都要有目标。在朝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呢，那要持戒为本你不能不守规矩了，你在世间，你只要不守规矩了，迟早要出事情的。然后包含。
我们不守规矩，带不出人来了。啊，你做领导者呢，一举一动，啊，不能随自己的性了。哦，那会误导你的下属，啊，误导你带领的人呢。哦，所以师长老人家提名我们，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哦，所以身为领导、身为老师或者身为父母长辈呀，都是有责任的哦。哦，所以承德听老和尚讲经啊，哎，很有印象的一句，哎，从古至今，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他在家庭当中啊，哎，都有一个态度，啊，不能给晚辈啊不好的影响，哎，大家有没有印象？哎，这就是一种责任。哦，你看，五伦十义，五伦是大道啊，啊，人与人的伦常大道啊，修行也没有离开这个五伦啊，其中父慈子孝，哎，父母的慈爱表现在哪？他的存心一举一动都要给孩子好的影响，这就是他的慈爱了。哦，君人臣忠，君要仁慈替人想，啊，这个人是两个人，想到自己，想到别人。哦，那当然，当领导也不能给下属不好的影响。这个五伦十义啊，义是什么？义就是应该的、该做的义务、本分。哦，古人留的这些字都很有味道啊！啊，我们假如没有这么做，啊，没有考虑，哎，给下属啊，给晚辈好的影响，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这一份本分了。我们尽了本分，我们不求福报啊。那我们在尽本分当中啊，都是积功累德了。修行没有离开我们的本分职责啊。哦，哎，所以印光大师有讲哦，啊，一个成家的人呢，啊，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啊、哦，我们一听最大功德，耳朵就竖起来就是把下一代教好。好、哦，我们想，想象思考一下啊，范仲淹先生呢，是他妈妈培养出来的。哦，那请问他妈妈的功德好不好算？不好算吧，啊，这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快1000年了哈、哦，可是他的功德还在了，啊，大家读过《岳阳楼记》没有？啊，读的时候有没有触电的感觉？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我当时候上课上到这里啊。啊，有一点触电的感觉，哦，但是老师下一句说啊，背起来，考试会考，啊，我那个触电的感觉就没有了。哦，假如老师继续叙述啊，范仲淹先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我看我不只会触电了，可能会放一点光。哎，我们的心呢，啊，是会放光的哦，哎。哦，所以这个教学，啊，是以开发智慧、开发德行为目标，还是死记硬背啊？为了分数为目标啊？哦，那这个很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了。
死记硬背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有可能障住学生的悟性。哦，这个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话，不能好心做了坏事，哎呀，发愿来做老师了，但是不知道当老师最重要的是开发孩子的智慧德行。所以没有经典的指导啊，我们好心会做了坏事。哦，《资治通鉴》讲“爱之不以道”，啊，是所以害之也。当父母的都爱子女哦，可是为什么很多子女偏颇了？啊，这个爱没有理智了，就会偏了。变成溺爱了，哦，所以《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啊，《礼记学记》讲，人不学不知道，啊，我们要扮演好每一个角色啊，也都要透过经典的学习，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个人说，我生下来就知道怎么当爸爸了？怎么当儿子了？啊，怎么当丈夫？怎么当太太？哦，啊，这个都要透过学习的。啊，但我们有没有认认真真去学过？哎，我们的本分角色。所以知道跟悟道啊。不太一样，哎，知道应该学，跟体会到一定要学，领悟到了，啊，那是深浅就不一样了，哦，尤其我们是成年人呢，人家推我们，我们还不舒服呢，还得自己认知到了，去下功夫，哦，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孔门四科。孔子教学四个主要的科目，啊，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哦，那德行摆第一嘛，第二个是言语，那这个也凸显言语的修养是很重要的，哦，那我们有没有曾经花10个小时来学怎么讲话？哎，大家都知道是孔门四科了。哦，正事啊，我们延伸到一般人就办事的能力了。哎，我们有没有认认真真花一段时间，哎，深入这个主题？所以知道这个概念，跟领悟到它的重要啊。哦，那这个可能是。要不断熏习啊，可能认知才会更深。好，啊，就像我们佛门啊，叫内学啊，佛法是内学。啊，我相信这个概念呢，啊，一般接触佛法，听过老和尚讲经，都知道是内学。但是体会到一定要向内呀，啊，深刻体会了之后呢，在一切境界都能向内了，那这个也要自己领悟了，啊，因为修行啊是修正行为，可是我们遇到佛法传统文化以前，我们的行为已经20几年了，30几了。甚至40几、50几都有了，还有啊，还带着过去的习气来哦。那有没有可能一学佛了，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这个理上讲得通，事上呢还没见过，
你有顿悟，事还要渐渐修啊。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人？啊，他说我的脾气很大，从今天开始啊，我不发脾气了。然后你看他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发了。啊，你们有见过这样的人？啊，这理上是讲得通啊。啊，有一个人给我们表演了，啊，六祖慧能大师。哦，他一听半部《金刚经》，他就放下了执着分别，连起心动念、妄念都放下了。哦，那他就成佛了。啊，讲了五句话。啊，当然我们不能拿这五句话来当口头禅啊。啊，在那晃啊，本自具足，人生万法啊。当然呢。常常用这五句啊，来自我期许，来建立信心呢，非常好。哦，因为我们菩提道上啊，承德观察呢，自始至终都靠这个信心。啊，因为老和尚有说啊。怀疑是愚痴的核心。我们学佛不就是为了为了智慧吗？对治愚痴吗？所以只要有怀疑啊，就会生烦恼。哦，所以只要我们感觉不舒服了，有情绪了，哎，跟疑有关了。尤其是啊，对自己没信心了，哦，那个烦恼就像自己陷到一个地方去了，拔不出来，啊，人家想拉我们，好像都拉不住了，啊，所以老和尚说的怀疑呢，外相是山崩地陷，那是外在哦，内心呢，哦，好像陷到一个。坑洞里面，哦，所以这五句啊，很好，这是我们真心的状态。所以我们学大乘佛法啊，有一部书叫《大乘起信论》。老人家常引里面的几句教诲啊，这个都是最重要的。啊、哦，所以我们跟着老和尚学习有一个好处，啊，他讲哪一部经啊，其他大乘经的精华精髓啊，都在讲这一部经里面了。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老和尚讲《太上感应篇》？啊，你看道家的经哈、哦，我们听的过程有没有华严经？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好、哦，有没有听到楞严经？因戒得定，因定发慧。若能转悟，则同如来。啊，随众生心，因所资量。啊，这《楞严经》里面很重要的教诲啊！啊、哦，因为老人家他修学几十年了，贯通这些大乘义理了，他是透过一部经的因缘呢，把这些最重要的义理啊，都和盘托出啊，来成就我们学子所以肯认真听老和尚一部经呢。啊，就掌握了整个大乘的教义啊，甚至于是儒释道的精髓都在里面哦。不要小看听老和尚一部经典哦。啊，承德当初初接触主要听《太上感应篇》啊，因为觉得这一部经啊，好像老和尚手把手在带我们，因为当初在现场听的呢。是常随众
哦，有些话讲得比较严厉呀、啊，那可能是跟在身边的，可以打可以骂的。好，哦，那我们现在哦，科技很发达哦，啊，这个手机一打开，啊，这个 YouTube 功能很强哦。啊，3分钟、5分钟、10分钟这些短视频很多啊。这个是接引哦，哎，看了觉得哇，这一段讲得很好啊。啊，但是我们可不能学了5年、10年都是看短视频，还是啊，认认真真的啊，把一部经啊，要听下来啊，方便出随便。方便，啊，佛门说慈悲为本呢，方便为门呢，啊，但是也有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啊，啊，或者方便就变得不够有耐性了，哦，所以在这个世间呢，有一好啊，就有不好，你要去。发挥他的好，但是呢，也要啊，遏制他的不好、缺点。好，比方说现在科技发达了，运用它的方便，可是也要防止哦，太方便了，心态会产生什么？太容易了，哦，哎，我一播就有了，好，明天再听，明天再听。啊，那麻烦了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啊，以前没有那么方便啊！我听我初学佛啊，20多年前了啊，有听到啊，哎，去大陆回来的同修说啊。哇，人家大陆同修啊，听到，好，比方一套录音带，啊，拿到道场去啊，几百个人跪下来听啊，因为一套难求啊，这20多年前，你看那样的恭敬心呢，可能听一句就有一句受用，我们现在那么方便了。要谨防养成习惯哦，很方便呢。听的时候不够专注啊，不够专注也会变成习惯哦。哦，所以最近有一个说法，说佛号念越多越好啊。哦，可以念到20万句、30万句，反正可以呢，从量变到质变。啊，我请问大家啊，眼前这一句都念得不清楚啊，念到30万声就变清楚了。你每念一句就落一个种子，假如落的都是善乱心念佛啊，那口念弥陀心善乱，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似是而非的说法太多了。自己要会判断，啊，祖师都教什么？念得清楚，听得清楚。印光大师说三种清楚啊，啊，现在我们要慎重啊，啊，为众开法藏啊，因为末法时期呀，邪师说法如恒河沙。甚至于打着老和尚旗号的弟子，为了标新立异，哦，他跟别人都不一样了，啊，人家就很尊崇他，啊，老和尚特别提醒，他最佩服孔老夫子，大家听过这一句吗？
啊，以后听老和尚讲罪哦，这句话不能忽略掉啊。啊，最佩服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法一定要跟经典、跟祖师相应，不能自己创一套，一定会偏。世间好话，圣贤佛菩萨说尽了，我们慢慢去体会到这一点了。离经一致啊，便是魔说啊，要搞自己新的一套都很危险。哦，所以祖师们都是强调念佛要什么，字句分明。哎，念佛是一个修行的法门手段，透过这个法门修戒定的功夫。你念佛念得很快，念得心都乱了，你怎么修戒定呢？好，哦，那啊，我们刚刚分析了啊，有一好啊。但是你要防止它的弊哦，所以我们在科技发达了，但是我们呢，一定要在方便当中啊，也是啊，很真诚恭敬来听每一句哦，不然慢慢形成听经。比较不能专注，不能恭敬了，这个就很难得利益了。哦，所以印光祖师讲：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哦，还有我们刚刚探讨的，最好把一部经啊深入去听。哦，那老人家在讲。基本上讲任何一部经，一定会引到《大乘起信论》，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啊，我们这次好像也有遇到，朋友介绍还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传统文化的同仁，刚好。哦，我们见到面了啊，他还不认识我，哎，我们聊了一下哦，哎，结果，哎，你看那不认识我也是一个境界哦，对我来讲我有没有起一个念哈，连我都不认识啊？你看这个就是名闻利养的修养，哦，所以这个。修行啊，最怕的就是在境界里面被自己给卖掉了，啊，自己起个念头不对，自己不知道。哦，你看不认识我都来了，你看多有缘是吧？哦，那可能是他的亲戚朋友啊，护念他，爱护他，啊，难得啊这么来到英国汉学院的，啊，我们当下。啊，我们也祈请啊，我们几位教授啊，这些老教授啊，这一辈子专攻啊《左传》呢，啊，像我们王文勇教授呢，他专攻诗方面，《诗经》啊。你看我们这个大陆邀请他去讲《笠翁对韵》呢，啊，我看到那个照片，3000多人在那里听他讲，哦。哦，所以这么难得的因缘我们也请转法轮，请教授们将一生所学，也大家跟大家结法缘，那我们汉学院请这些教授跟大家结法缘，是为众开法障，广施功德宝啊，这个一生积累的道德学问。我们有缘遇到啊，都是难得的福报。
哦，那刚刚提到《大乘起信论》的两句，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啊，一定可以恢复是老和尚加的啦。你们有没有发现呢、啊？老和尚只要在经典、祖师教诲加几句话，是什么考虑啊？跟着老和尚学不能粗心哦，啊，要学老和尚加几句话的用心在哪？啊，目前当慕其心呢、啊，啊，跟老师学不能学到相上，啊，要学到心地深处，哦、啊，而且从一个地方学到了，要懂得把它用到一切处。啊、哦，比方说我们看到啊，刚好跟老和尚出国，啊，那老人家呢都八九十岁了，好、哦，那一出去也一般都二十几、三十几个人啊、哦，然后老和尚说：“哎，那个哪个同修是第一次来啊？有没有落掉了？”哎，让我们感觉好像老和尚像个大家长一样。照顾每一个人，这是去机场的情境啊。请问我们体会到了，是不是用在机场就好了？哦，那些学太呆了。哦，我们学习呀、啊，按照现在啊、哦，以考试为导向的学习啊，容易记忆式的学习，死记硬背用在哪？用在标准答案。写在考卷上，其实我们中华祖先的文化呢，它是开智慧的，启发悟性的，啊，你可以举一反三的，你可以闻一知十的，用华严的学法医集一切，啊，我们在看老和尚。在机场给我们的表演哦，那要照顾人要周到哦，那就可以用在照顾自己的家人喽，哎，照顾自己的下属喽，啊，甚至于你跟这个人，哎，有一面之缘，哎，你也能够在这个一面的缘分当中照顾周到，哦，就像我们。不少同修啊，大家在所在地啊，也有在开展传统文化佛法的教学。哦，那可能刚好遇到有人来拿法宝了，啊，那你也不能保证他下次会来，说不定他拿完之后，他先生刚好换一个国家工作了，他飞走了，是吗？哦，哎，可是你跟他一面之缘呢？哎，你就把修学很重要的观念次第，你就供养他了。哦，那你这一面之缘也很做到。哇，那你这个接待啊，用十八罗汉叫看门罗汉，你这个门看得够好的。哦，哦，你接待啊，就是为众开法上。所以大家看看这每一句啊在哪里啊？你跟任何一个人结缘，都把它转成法缘，很有意义啊。哦，况且呀，我们也在探讨到了，生活在这个时代啊，不容易哦。啊，我看大家都是。为人父母的，啊，当父母容不容易啊？啊，再来，我们的下一代面对的社会，比我们还要简单还是复杂？我们该教他的，该表演给他看的，该以身作则带领他的多不多？
不少哦，啊，所以我的观察呢，现在人不闻圣教啊，心有千千结。他每天遇到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都不是很理解。他每天有几个结？对呀，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当然了，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是觉的意思啊，没有问题不能解决。啊，我现在讲这句话，大家相信吗？我看你们的表情没有完全相信啊，虽然头在动，所以看事情不能太表浅啊。孟子说：“观其眸子”啊。啊，他真正的状态是那个眼睛比较 啊，他因为进了摄影棚，哎呀，不点头，到时候这个陈德法师看我不顺眼啊，还是点一下啊，这个 啊，大家不要有这个挂碍啊，我的心量没有那么小啊，哎，好。哦，那这个哦，我们刚刚提这个汇编啊，这个太上感大乘起信论，本觉本有，老和尚家一定可以恢复。他老人家加这一句啊，我们对这一句的领悟就更深了。而这一句也让我们建立信心，任何时候都相信我是本觉本有，不觉本无，一定可以去掉，啊，一定可以去掉是老和尚加的。哦，所以啊，这个这一位朋友说：“哎呀，这个悟性不够啊，来参与课程，看悟性能不能提升提升。”啊，我跟他共勉，悟性是本有，啊，真心啊，般若智慧是本有的，这一点要建立起来哦。但是，但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哦，所以我们的信心哈，刚刚说，基本上菩提道上都是靠信心哈，把信心建立起来，不容易生烦恼。好，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上哈，信心不能建立在外在的条件上，因为它会变。你很有钱，很有信心，改天你比较少钱，而且你很有钱，你也有可能遇到比你更有钱的人。那请问你的信心在哪里了？哦，你说，哎，长相很庄严，很有信心，但是会老哎，哦，所以那些国际巨星啊，上了年纪都不敢出门了，是吧？这个你看，他本来最有信心的，变成他自卑的地方。所以信心要建立在真理上啊，不然他会变哦。你自己的状态会变，你跟别人一攀比，都会生烦恼。那我们相信这一点呢，同时也理解，建立了这个信心啊，不自卑了，哎，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那不会傲慢的，
为什么？因为我妄想执着还有，自己还有这些习气了，有什么好傲慢的？赶快放下都来不及喽！但是我们要放下它呢，《大乘起信论》这一句很重要，不觉本无，它是假的，假的，它障碍不了自己。你把它当真了，它才会干扰你。哦，所以正念现前啊，这是了凡四训很重要的一句啊。邪念自然污染不上。所以刚察觉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要提起这句万德洪名了。这个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净缘无好丑，佛号一扫过。啊，就把自己的分别执着念打掉了。啊，佛号要提起来。哎，你本来心烦意乱，哎呀，想不到什么好方法，越想越烦，赶快念佛。啊，念个10分钟、20分钟啊，心静下来，突然有灵感，想通了，想到方法了。哦，我们初学佛啊，屡试不爽啊。这个也是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教的，佛法真的管用啊！啊，老和尚他们是讲经啊，哎，这一句经文好像理解不到位，啊，没什么灵感了，哎，去拜佛，专注拜佛，哎，拜。拜一段时间呢，哎，灵感像泉水一样，啊，老和尚说写，来不及写，啊，这个也证明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清净心，啊，你本有的智慧会透出来。哦，那刚刚一开始跟大家有提到这个在家人最大的功德啊，把下一代教好。所以这个五伦十义，你在尽道义本分，本身就是修行，没有离开本分哦。这一点呢，印光祖师特别强调，敦伦敬分。老和尚怕我们忽略这一段开示，又加了四大道：贤邪纯诚，四大德。一个人的德行展现在哪？哎，克住邪念。啊，哎，纯真诚，都是真心啊。在处事，啊，信愿念佛啊，是大行，这个修行里面最高的方法，求生净土啊，是大果，这最圆满啊，一往生呢，四恩总报，啊，而且可以下济三途苦了啊，不会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啊，往生就是阿惟越之菩萨了，你有。跟阿弥陀佛差不多的能力去利益众生了，哦，所以这一生能做多少事啊？不要强求啊，随缘做，不要做得生烦恼啊，随缘做，往生是第一大事。哦，我记得老和尚当我们的面讲啊，这都是对我们的护念。哦，你这一生往生了。传统文化可以做生生世世啊，哦，因为面对我们这些学生，刚好因缘是投入传统文化的工作嘛。假如不能往生呢，传统文化只能做这一世了。啊，前一阵子遇到彰发厅长啊，他老人家大我24岁啊，属牛的。
哦，都已经76了，哦，声音语如钟声呢，非常洪亮。哦，看到他就觉得很惭愧，我的身体远远不如他。哦，他一年还讲很多课，好多监狱系统都请他去分享他那宝贵的经验。啊，我就跟他提到了，我说你这一生要往生极乐世界，不能你福报啊，一定做天王，到时候太太二三十个很麻烦的、啊。哦，你又在那轮转，哎，哦，好，哦，所以这个老和尚这个提醒，往生四大啊，轮回路险啊。哪怕上了天上去啊，爬得越高啊，到时候享福享太多了哦，又造了业，也会跌得深啊。所以，真修行人，真为生死啊，为了出轮回了啊，最后生呢、不再搞轮回了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而且呢。我们要在家庭本分里面积功累德，最重要的呢，就不能着相要用般若智慧哦，当妈妈哦，吉相离相哦啊，在这个境界里面呢，念不控制，不占有，不要求，一着相，你是我儿子嘞。你是我女儿啊，哎，那个心念一起来啊，观心为要啊，这个心念本身就贪求的，你就没有般若智慧了。般若智慧是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离相。哦，这当我的子女啊，是一个因缘和合啊，我们在里面呢练出真心来啊，不练出控制占有的心，哎，所以你说般若智慧在哪？不是打坐的时候能练出来，你要在境界里面练。好，所以《金刚经》讲。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一切善法。啊，你尽本分就是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能成佛。哦，所以刚刚跟大家提这个范仲淹先生的妈妈的功德啊，他养了一个圣贤儿子，功德不好算的。所以我最近遇到很发心的父母啊，孩子生三个、四个，都是胎教的孩子，啊，列为国家保护级对象。我 因为老和尚说，重视胎教出圣人，啊，重视3岁以前教育出贤人，啊，3岁以后啊。教出君子孙不错了。大家听了这一段话，有没有起什么念头？起个念头，我都30多了。啊 大家，我们刚刚说这个藕益大师。净色名有4条啊，佛法真的很好用的，是诸事法这些理是通的。其实，是诸事法也不分别，就是觉迷而已啊。觉了，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就好像你当爸爸妈妈也是行菩萨道，你没有着相啊。啊，你着了相了，那可能拿着《无量寿经》去控制要求别人，
那也不是出世法啊，我们，哎，讲话要和颜爱语，谦抑策敬啊。你讲话那么大声干什么？其实自己讲话也，哦，你向外习惯了，向内有时候察觉不到。哦，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佛法是内学，这谁都会讲。可是我们在境界里面有没有真心为要？随时，这个也是无量寿经教的，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两句话不就是老和尚常教导我？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我们在一切境界都是修我们的心呢、啊。是借由这个境界，哎，我这个心念对不对？哎呦，我居然心里面还有这么肮脏的东西，赶快放下在境界里面自知，知道自己的状况，啊，对治自己的一些习气。哦，那刚刚提到这个印祖强调的敦伦敬分是大道，贤邪纯诚是大的，在伦常里面呢，打掉这些妄想分别执着，练出真心来。所以修行，老和尚常说，你会吗？会修的人。就是在当下的一切境缘，恢复真心。哦，你看舜王会修，他在面对父亲跟后母，还有弟弟的逆境恶缘，他把孝心修出来。孝心就是真心。哦，结果他的智慧福报德能现前。啊，顺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他在这个境缘里面练出了德行，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他福报现前。啊，看老和尚也表演给我们看了，命中没有福报。当初二十几岁跟着三个老师学，连供养老师的钱都没有，啊，只能养活自己。但是，尊师重道，老师教的，依教奉行，修三种布施，最后财富自在，这个表演给我们看的哦，你看老和尚要去帮忙斯里兰卡，建佛教大学，哎，不知道银行里面多少钱，查一下够不够，还超过。不需要的时候呢，一文都没有。啊，需要的时候啊，需要多少来多少，哇，那个就自在了。好，那诸位仁者，我们能不能修到这样的程度？这个才是重点吧，不然又当故事听了。啊，我遇到一个长辈啊，我们一起共修啊，他就跟我说：“阿弥陀佛比较疼你。”我说：“你这一句话会下阿鼻地狱哦。”他说：“有那么严重吗？”我说：“你这一句话叫侮辱阿弥陀佛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偏心嘛，比较疼我，那不是侮辱阿弥陀佛？怎么可以侮辱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你看，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心念去看事情，可能会看错了。首先呢，心里面不要存
爸爸妈妈偏向，你存这一念呢、啊，对你心里的健康会有影响。啊、哦，有时候啊，拉高这个角度哈、哦，啊，我自己也有去观察，哎，我爷爷好像对我哪个叔叔特别关心，啊，为什么？他的经济比较不好。他的种种外在条件呢、啊，没有其他兄弟姐妹好，这是父母的心。所以佛经里面也有提到，上天下雨了，啊、哦，有没有说哪棵树跟他交情比较好，多下一点？啊、哦，哪棵树他看不顺眼，不下了？没有，平等的。可是每棵树吸的水不一样。因为要看它的根、深度、广度，哦，就好像我们恭敬心越强，吸收的多；恭敬心弱，就吸收的少。那跟佛菩萨没关系，啊、哦，跟老和尚没有关系哦。这个都攸关我们的信心哦。你相信佛菩萨的加持是平等的，那你能发愿、发菩提心，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一个因缘，也是发菩提心，叫尊重己灵，尊重自己的佛性，不再糟蹋它了。人发出这一念了，我不再堕落了，我这一生要成佛了。啊，菜根谭说的，庄生于千古圣贤之列。啊，不愿做随波逐浪之人呢。啊，这一念是菩提心哦。啊，大家想一想，这一念发出来了，谁知道了？谁知道了？清净海会众菩萨全知道了，啊，诸佛菩萨都知道，因为一念遍虚空，这些佛菩萨都是同体大悲，啊，他们六神通都恢复了，啊，所以这一念也感得诸佛菩萨的加持。哦，所以夏老说：“自助者天助啊，自救者天救啊！啊，你这一念菩提心，哎呀，我好好学这一门科，啊，我把它学通了，啊，我这个博士学位拿到了，啊，我好好去利益，啊，我教的学生，啊，利益大众。”哇，那你这一念发的真切呀、啊，那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哦，啊、哦，可能这个博士论文卡住了就不卡了，就会通了。哎，啊，承德也是给大家一点信心哦，啊，我是中文最差的哦，啊，这个高中联考总共5科扣88了，中文就扣44分了。大学联考中文也不及格哦，啊，连我记得高二的时候考中文，啊，全班第二，倒数的，44分呢，啊，我当时候都说大家可以到我的中学去查一下啊，不过好像我毕业超过30年，不知道消档了没有，啊，现在电脑发达，不知道建档。哎，中文差，但是啊，哎，遇到老和尚，老和尚教导的，也是李炳南老师教的，自诚感通。哎，你真诚心啊，哎，感佛菩萨加持，所以虽然中文不好啊，哎，但是好好念几句佛，上了台啊，佛菩萨加持，哎，啊，这个现象更。待会句子讲的。
下一句啊，如佛无碍智啊。老和尚讲解了，希望样样都能够得到佛的气氛，与佛相应。啊，也就是我们俗话讲，要得到佛的保佑加持。这个就是如佛无碍智啊！啊，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来弘法利生，哦，这个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了。哎，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跟佛的气氛相应了？哎，我们刚刚才探讨。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哦，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的“老实持名，全摄佛德，成智德”啊，这《无量寿经》也讲了啊，“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植诸善本，以成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得了这个法门呢，老实念佛，所以广大法门摄取，这个摄取就是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哦，所以我们真心念这句阿弥陀佛，跟佛的气氛相应了哦。啊，观无量寿经说的呢，啊，这个人想佛时啊，即是32相，80种随行好啊，啊，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好，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又说了，以持名故，善根福德，顿同诸佛。哦，大家持名的时候啊，善根福德跟佛是平等，顿同诸佛。哦，所以我们有这一句万德洪名可以念了，业障不怕了，能灭众罪啊！啊，古文人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哦。所以我们可以也可以例行，如佛无碍智哦，当下老实持名了，啊，就与佛相应了，啊，自性的智慧德能也随着老实念佛啊，哎，慢慢透出来这个在历史当中，啊，晋朝。一位修行人老实念佛7天呢，阿弥陀佛现身给他说法，他就证无生法忍。这一位修行人后来在清朝又出现度他的同参道友，叫觉明妙行菩萨。啊，他的教诲我们很熟悉的，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打的念头时，啊，把妄念打掉了，虚如法身活了。这个都表演给我们看，念佛的功德力啊。那他7天就入，就见佛，就入法身了。啊，所以如是妙法性听闻哦，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哎，你们的笑容怎么没有呈现出来？那代表还体会不到这么幸运哦。老和尚说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当然也要我们觉得是第一特奖，我们才会很高兴了哦。好，那。
啊，我们今天也是体会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你看我都还没讲京剧，又讲了1个小时。哦，这个朋呢，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方向。那呼应一下偶益大师说的啊，净土为归，随时往这个目标走。啊，我做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积功累德，成为往生的资粮。啊，修行要正住双修，啊，正修以我们净土是念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哦，当然，我们积功累德也要跟阿弥陀佛学。我们下一品经叫积功累德第八，好。哦，所以这三品经很重要啊，啊，上一品八大誓愿第六，啊，那这一品要深入学啊，我们才能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哦，那我们就变阿弥陀佛的使者了，哎，跟他老人家配合，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啊，那第七品是必成正觉啊。哦，你看这些经句都指导我们。这个净土为归，所以住修就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但没有离开我们的本分、伦常啊，哎，敦伦敬分。然后练出真心来。啊，第二呢是持戒为本。啊，偶益大师净色名有持戒为本，戒为无上菩提本。啊，因戒才能得定，啊，因定才能发慧。哦，那在世间也要守规矩，啊，守丧道才行。啊，守师道啊，不然就会造罪业了。好，那观心为要，修行啊，心是根本。啊，在一切境缘呢，啊，关照自己的心念，啊，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啊，而且要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哦，你看这个同修说不认识我，我稍微产生一个不太很舒服的心情，就要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哎，念了，我才能真诚的笑容。啊，假如这个不是很舒服呢，没有去掉的话，我也是皮笑肉不笑。哦，所以遇到一切境界都是练心法。哦。好，这个是观心为要，那这一点确实是很重要老和尚指导我们真心呢，怕我们不容易关照所以老和尚把菩提心啊，开解成五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这我们很好关照，啊，跟这五心相违背了，啊，赶快念佛，啊，恢复真心。最后呢是善有为依，第四点啊，叫依众靠众，所以我们大家聚在摄影棚，今天都不冷。哎，我们善有为依啊，菩提道上也不冷啊。哦，常常互相勉励啊，互相互念，好。哦，那因为这一次的相聚啊，我们是一起来学习啊。
唐朝唐太宗啊命魏征祖父者编的这一部《全书纪要》宝典啊，我们一起来深入这一部宝典。那老人家说呢，这一部书啊，是观世音菩萨。啊，《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群书治要》是观世音菩萨。哎，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观世音菩萨？哎，学东西也要会思维。啊，学而不思则罔。学了都不深入思考啊，枉然无所得。哦，你看，哎，这个印光祖师为什么一直提敦伦敬分呢？可能就观察到啊，修行人脱离了本分在修行，这个就出问题了。大家感受感受，一个佛弟子啊，他本分都不净了。然后跑到山林里面去修行，你说社会大众会怎么看？那流弊就出来了，人家很难理解，很难认同了。这个就不知不觉啊，以身谤法了，自己不知道。啊，我记得06年，在庐江接待一个。广东某一个地方，现在地名不能讲得太具体，不然人家对号入座还让人生烦恼不好。的一个教育局长，女教育局长，哇，那这样的父母官来了，我们一定请他们一起吃饭，交流交流教育嘛。啊，结果。他给我很感叹的说了，他们当地有一个幼儿园园长，啊，这个幼儿园呢不怎么管了，常常跑到啊当地1000多年的千年古刹，啊，去修行，啊，说在那里修行啊有功德，啊，那意思就是在幼儿园当园长没功德了，这一念叫分别呀、啊。叫执着啦，真心才有功德啦。你分别执着，那叫着相了，哪有功德啊？啊、哦，而且又没有尽本分。这个教育局长跟我说这个的，请问他这件事他怎么听来的？他可能不是一手资料吧？这期间都传了多少人了？没有学佛的人听了迷信了，就麻烦了。哦，所以祖师这些交代呀、啊，都有他的用意。我们当弟子啊，善思维啊，为什么老和尚要特别讲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因为可能看我们弟子们学出执着来了。啊，为什么要强调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啊，看发心很好啊，但是都用习气在做了，这会断孩子的慧命啊，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啊，我们毕竟学佛之前呢。可能已经20几年、30几、40几，这个力量很强的，不是说我们学了之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理上讲得通，事上要渐修的。所以，我们教学者假如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哎，我所说所做要按照经典，很容易就随顺自己本来的习惯。哦，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弘护正法不容易哦。
啊，要有高度的警觉性，甚至都要有配套措施啊，才有办法。啊，这个配套措施啊，我们在前面探讨过，可能不止一次了哦。啊，这个大家可之前呢可以做参考。啊，不然这个配套措施再讲下去，可能这一节课就差不多了啊。好。其实啊，现在要把一个点讲清楚、讲深入啊，两三分钟达不到。我们听课啊，也要谨防啊，囫囵吞枣啊，走马看花啊。哦，而且这个修学要得力啊。要解形相应，这个"解形相应"四个字哦，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在解形相应的状态。这个教诲老和尚不知道讲了多少遍，这叫"师父领进门"。但是修行靠我们个人。那我们检查自己喽，哎，我有没有3个月好好落实老和尚一句教诲？这叫行喽。啊，我们讲3个月哦，还是依照经典的说法啊。啊，因为孔子说："回也三月不为人了。"啊，因为他这个仁慈心保持了3个月啊，就习惯了，他就练成了。啊，科学家是说他21遍才记得住嘛。啊，那一句教诲，假如真的做3个月啊，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哎，那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做到，一句就好了。哦，那最近看《论语》讲，博学于文，这是解。啊，约之以礼啊，这是行。亦可以服判以服，这个判就偏。啊，哎，有解有行了，才不会学偏。不学偏哦，很难。我们只要习气没有减少，一定是学偏的。没有减少就会增加。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哦，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不就是越学分别执着越淡，要不就是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只是自己没有察觉而已。我自己接触一些同修啊，不管他当老师啊、当父母啊、当领导，一讲话停不下来，而且都是引经据典，哦，还有老和尚说什么说什么。可是他停不下来呀，他就是随顺自己的习气的。人讲话的时候是要很清楚的，啊，哎，现在这个缘能讲，啊，几分话，啊，因为一般讲话停不下来，对方的表情已经是听不下去的表情。哦，可是我们这个习惯一来啊，如入无人之境了。所以我们旁观者清一看，哎呦，那他这个孩子听到最后啊，一定听人家讲道理啊，他的孩子就会马上那个机智就上来了，又来了，他那个表情就是又来了。你害了孩子啊！本来这些义理是好的，
我们讲的太啰嗦了。哦，你看言语柔软周到，又不啰嗦。哦，有时候周到呢，又显得啰嗦，所以要学中道啊，恰到好处啊，这个都是要不断锻炼的。哦，那往往我们讲话停不下来，都是好为人师了，都慢性做主。那慢怎么来呢？就是解行不相应来。哎，不力行，淡学文，长浮华，成何人？哦，讲话圆成熟了，啊，不讲，没有尽这一份道义，但是不好讲，圆不成熟，话不投机，一句都不讲。哎，人家信任还不够，不要多话。况且。我们对着自己习气要下不少功夫。好，你看我让心要能不散乱，那得习定。那习定得要念佛读经定须习呀。啊，像我们真的静下来念半小时佛啊。就可以看到自己妄念不少，停不下来，得每天练功夫哦。哦，不止念佛的时候习定，一切时处啊，都提醒自己心不要浮躁，啊，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啊，只为慌张啊，啊，言语安定。讲话很快啊，一般不够，心不够定。一发现呢，就要很有觉照的去对治自己的习气。啊，六度都是对治哦，布施对治悭贪，悭贪啊，持戒对治恶业，忍辱对治嗔恚。精进对治懈怠，禅定对治散乱，般若对治愚痴。啊，六度就代表万恨了。所有的修行啊，都没有离开对治哦。那对治都是修行靠个人哦，这个老师帮不上忙了，得自己下依教奉行，下功夫哦。而且心浮躁啊，听经闻法。比较难入心，哦，所以古人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为学第一功夫，降得浮躁之气定。”第一功夫哦，假如第一功夫没有，有没有第二、第三，就不容易喽。啊，大家看我的身材，现在冬。穿那么厚，比较看不出来。那么瘦啊，就是比较急躁啊，不是比较，很急躁。哦，但是我遇到一个很殊胜的缘啊，遇到老和尚啊，因为老和尚这个纳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尤其呢，我们。都要听他老人家讲经啊，他老人家讲经都，请掀开经本，你要听他讲呢，你要熟悉他的速度，慢慢熟悉熟悉，你自己的心也随着他老人家讲话的速度啊，缓下来了，因为太希望好好跟他学，哦，所以我是得力于老和尚讲话的速度。慢慢自己的心调频率啊，哎，比较缓下来了。哦，而且讲话，请教大家，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为对方好。你讲这些话要帮助他，那你要帮助他，要不要考虑到他听你话的状态呀？那当然要考虑咯。那他的状态会表现在哪？表现在他的脸部表情，表现在他的眼睛。哦，所以我们一观察到人家，哎，他听的时候是这样，代表你讲得太快了，或者表达没清楚了，啊，你看人家的表情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自己的语速了。好，那这个哦，我们谈到这几句啊，都跟我们当前修行有关。我们说正住双修啊，要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解决问题。那你有暂时帮忙他，比方说他家里急用钱，啊，你可以帮助他一次。可是他假如没有福报，他也不知道修福，家里接二连三都出事，每次都跟你要钱，你继续帮他会怎么样？有可能会让他觉得理所当然了。你害了他了，他越觉得理所当然，他越没福报。哦，所以你要根本帮一个人呢，那一定要透过教学。啊，君子如欲化名成俗，其必有学乎了。啊，建国君明了，教学为先。大家注意去看现在。从个人身心、家庭、社会团体、社会问题，这么复杂，你从根本上看不复杂，就是人心缺乏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了，所以偏掉了，才会产生这些乱象。要根本解决问题呀，那就要靠教育了。人不学不知道嘛，不是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帮助亲戚朋友啊，那大家都要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才能根本解决他的问题。好，而老和尚为什么说群书之要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救急啊，因为这一部书是依据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纲领。选出来的教诲啊，他肯学了，他身心家庭、事业的问题，他可以迎刃而解。他理明白了，理得心就能安了。哦，那这里老和尚讲了广施功德宝，啊、哦，这个是学大布施了，学弥陀一样的大布施，要利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哦。这个广字就是普度了，没有分别啊、哦，等觉菩萨到地狱众生广施，没有分别。哦，老和尚这里讲了，就净宗来说啊，帮助人发菩提心，帮助人呢一心念佛，这是就是广施功德宝这个劝发菩提心文有提到啊，啊，言多福啊，啊，则没落。
执持名号，啊，言多善，则莫若发广大心。所以暂持圣号，胜于布施百年。我的佛号的功德力很大哦，胜过布施百年。一发大心，也发菩提心，超过修行历劫，超过人家修行很多劫。所以能念佛，能发菩提心啊，哦，这个功德很大很大。哦，所以劝人发菩提心啊，也是很大的功德。什么时候可以发菩提心？啊，举个例子，我们来体会体会啊。啊，我记得21年前，啊，我刚好到了深圳啊，我还给幼儿园班的孩子上课，现在呀，他们都快30岁了啊。然后我记得我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同学们，我们来上《弟子规》，哇！好几个孩子，老师，我们学过了，我们都会背了。你看那不到6岁的孩子，我们学过了，我们会背。所以啊，这学东西不解行并进哦，他学东西会增长傲慢的。那其中一个女孩，她的父母啊，这很不简单哦。很认真学传统，刚好有一天出门回家，这个门打开呀，一看家里一团乱了，遭小偷了。这个父亲啊，看着这个女儿，啊，对女儿说啊，女儿，任重道远。你看，这么多小偷，就是因为啊，缺乏中华文化的教育，没教他们。哇，你看你那么小就开始学了，哦，所以你责任重啊，我们有学的责任都重。你看家里招小偷啊，能不能发菩提心啊？啊，招小偷都能发菩提心了，那我看任何境界。你用一种责任感，用一种道义呀、啊，哇！你看，还有音乐配合啊，这发菩提心最重要了啊！啊，所以大家以后啊，你遇到特别烦恼的事啊，你只要一转念，就是菩提心。那是差很多喽，你很烦恼会陷在里面哦，你一转念就变菩提心哦，变修行的动力哦。所以修行的功夫都在念头，能转的，转过来，转烦恼为菩提，啊，化危机为转机啊，化悲愤为力量。哦，比方说啊，承德中文不好，可不可以发菩提心？可以啊，我好好学呀、啊，让后面的人一看，哇，他这个程度都能学好，我们有信心了、啊。那你看，你也是供养啊。哦，所以你现在觉得不好的地方啊，你可以把它转成愿力哦。啊，我们也遇过一些可能人生遭遇啊，比较不幸的，哎，可是他也有过去生的善根，也很愿意学佛。我说你把过去的不幸一转，你能变成愿力，哎，你能
活出人生的价值。哦，你就可以啊，劝跟你有相似人生际遇，还陷在痛苦中的人。所以啊，你人生的不幸啊，转个念，这可能就是让我度众生的缘。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能体会了。啊，刘树云老师，红斑性狼疮哎，比癌症还厉害哦。那你说，那一般的人遇到这个缘，会觉得怎么样？不幸哦。哎，可是他精进、听经念佛，哎，红斑性狼疮好了。他再去劝重病的人，好不好劝呢？好劝呢。哦，而且他能感同身受啊，他一两句话，对方就流眼泪了。你太理解我了。啊，我去劝人，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又没有得这个病。哦，所以大家现在假如遇到的境界比较难哦，你就对自己幽默一下。老天爷太瞧得起我了。哦，那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这样，老天爷瞧得起我，才派这么难的考题。啊，假如我没有那个程度啊，人家还懒得考我啊。”好，哦，所以这个劝人发菩提心。啊，我也是遇到一些啊家庭问题，当然挑战都不小，啊，但可能对这一位母亲讲，啊，你把孩子摆第一位，他这种啊当母亲的这种爱心呢，就能发出来，这也是一种愿力，他就能克服其他的这些困难。靠着愿力啊，要超过业力，这些问题才能慢慢突破。好，那这个发菩提心啊，有一部教诲很好，叫《劝发菩提心文》啊，我们可以劝自己发哈，也可以透过这个教诲护念别人发。这一部经典啊，行安大师的教诲。真的要多念哦，哦，而且往生呢，上品、中品、下品都有八个字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哦。那这个发菩提心就依这个指导，一定可以发出来。啊，我们看。下一句啊，如佛无碍智，所行持名行。啊，我们念佛得诸佛的加持，啊，我们发菩提心，发大慈悲心啊，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十方诸佛都是同体大悲。你跟他们的气氛就相应，啊，一相应得他们加持，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呀，感同身受他们的苦，啊，诸位同修啊，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亲戚朋友比较痛苦的，啊，然后你安慰他，陪他谈话。听他讲话，你也跟着他流泪，有没有？啊，感同身受设身处地了，啊，这个所行持名行，
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呀。老和尚讲到了这个持悯行啊，慈悲同佛啊，对于一切众生呢、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以平等心啊来帮助一切大众啊，平等的慈悲。虽然缘有差别，因为亲戚朋友有时候跟我们缘深浅不一样啊，但是都是平等慈悲。但是呢，慈悲里面有智慧，自己是悲智双运，很清楚，他对我信任够不够？信任不够啊，先不讲，君子信而后见，未信则以为谤己也，信任不够啊，你就讲他，他以为你看他不顺眼了。要顾及人心啊，拿捏好分寸啊，我们自己要慈悲智慧悲智双运来护念别人。同样的，我们在护念别人的目的呀，也是要让他有智慧，他才能去解决他的问题。那智慧要靠文法，会须文。所以要互念，让对方认知到听经闻法的重要。他听明白了，他的烦恼才能去掉，心才能安在真理上。再来，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师长呢，这里有提到啊，这个大师呢是对佛的尊称，只有佛才称大师哈。等觉菩萨、观音、释字、文殊普贤称大士啊，这是佛门一个常识啊。结果现在民主自由开放了徒弟对师父称大师啊，这个做师父的人也没有说明，就这样受了。那这个表法就有点欠缺了。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咯，给下一代，给学生，都要做好榜样啊。什么时候？一个称呼。要不要做好榜样？要啊！要展现出什么？名副其实。名过了，我们不能受。我记得我第一次当时候去了海口，后来呢，有一些学校啊，邀请我去讲课啊，那都。2003年的事了，结果我到他们学校啊，他们就挂那个红布条啊，然后就写着蔡博士把我吓得我这个小学老师一下就写蔡博士，我马上跟他沟通，可不可以换一下这个。都看着这个称呼，我都有点讲不下去了都没有底气了那这个无量寿，这个了凡四训有讲啊，明者造物所寄也，名亦福也，名也是福报哦。你想很高的名啊，想盛名实不福者，多有其祸。你不是博士啊，都让人家叫博士，博士，博士，福报就没了。然后就会有灾祸最近也有同修他们
可能有一些传统文化的老师，可能40几岁、50几岁走了，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定完全一样，那他们有来交流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传统文化的老师的名啊，算比较高的，而且得到人家的恭维、赞叹，甚至供养都比较多。假如我们没有传道授业解惑，没有尽心教孩子想这个名啊，折福就大。甚至于是教错了，那折的福报就更大了。哦，我们有遇到教传统文化学生呢，很崇敬他，但是不孝顺父母，这教错了。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不能到传统文化来实现你的成就感，要从根本教起哦。哦，而这个尊崇老师啊，不懂得孝道，不孝顺父母，没有把百善孝为先重视的，悟性开不了，跟老师变情子，这样的老师折福特别大。哦，所以我们从事传统文化佛法弘扬哦，显道哦，离经一致便是魔说，一定要遵守老和尚教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哦，而且心态啊，因为我们都是成年才学，哦，讲台上啊都是讲给别人听了，自己没有高度警觉。不知不觉会好为人师了，哦，所以老和尚都是在慈悲护念我们，啊，他老人家说，啊，我讲课，自己是学生，听的人是监学，啊，我给大家做报告，作为仁者刚刚承德讲的啊，跟经典跟老和尚讲不一样啊。待会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请大家慈悲护念啊，这个善有为义，义重靠重啊，哦，不然我们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不知不觉加自己的东西会偏出去好，所以这个崇祯大师啊。我们联想到还是要名副其实，这虽然只是一个称呼啊，都要表好法，修行人呢，境界没有大小，一个称呼也是一个境界，练我们的真心，不能翻这样的铭文。啊，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修学境界，包含像我们出家人给这个在家呀皈依佛门的弟子，那皈依的时候也要讲清楚，不能让这个在家的人觉得是皈依我，那不对了。哎，这也是铭文哦。皈依三宝，我们是代表，给他做证明的，你皈依三宝了，不是皈依我。哦，所以这个要讲清楚哦，这个不能含糊哦。老和尚说，你不讲清楚，破和合僧哦。哦，人家是皈依三宝，你变成只皈依你了。哎。哦，那这个称大师呢，只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净土宗祖师称大师，因为他是指导众生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
哎，那这一句话我们也要受持。啊，祖师都是教导众生一称圆成佛道，我们能不能这么做啊？你把这个法门好好修，好好介绍给别人呢、啊？也是啊，我们效法祖师啊，得彼于上则知此嘛，都以祖师为榜样，以阿弥陀佛为榜样。好，所以啊，这个经文是我们能够教化同佛，你看常为天人师啊。德为三界雄呢，这个是德行同佛啊，是我们佛门传统的建筑佛寺主建筑是大雄宝殿这个都是表法的大英雄能够调伏自己的习气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大英雄好像也有一句话，东西方都有强调战胜别人1000次，不如战胜自己1次而且你去战胜别人呢，欺负别人还造业甚至发动战争那个都是地狱业报所以我们。东方儒释道这个真正的德是能调伏自己的习气，这是大英雄。好，我觉得受这个近代风气影响，好像自己都觉得是战胜别人叫厉害。这个都是无形当中的误导，所以我念初中的时候，我的书桌前面贴了一个我的偶像，叫席维斯·史特朗，他拿着一支冲锋枪，第一滴血，你看我被误导好多年了，被老和尚捞起来，也是逞强好胜，念高中都是男生班，就跟人家比臂力，结果呢，不小心啊，左手断了，右手照练，单手伏地挺身，最后的结果全班臂力第一名，你们很难想象吧？我记得我们班的比赛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很手臂啊，是我的2倍。我们比到最后呢，是我们两个总决赛。结果我把他压下去了，我们导师看着嘴巴都张下来。大家要知道，我的臂力那么强啊，铁定是逞强的。所以现在天气有点变化，马上有感觉。都离不开因果啊！你看左手断了，还要跟人家比臂力啊！结果一比呢，开悟了，悟到什么？左手跟右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是痛着把它压下来了，连痛得要死都不肯认输，遇缘不同所以。从小护念好孩子立志要选正确的目标，正确的榜样不然差很多那这里讲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我们今天也提到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所以要说法才能显正破邪。
哦，那师长这里有讲到这个狮子吼也是比喻，因为狮子一叫啊，小的野兽啊，听了脚都发软，都跑不动。哦，所以佛比喻佛说法，一些邪魔外道听到之后啊，他心里感到恐惧畏惧，你就破了他的邪。我自己呀，接触佛法的因缘，是因为我初社会啊，想找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来服务大众，就找到啊，以前这个都是差不多30年左右的，就教育训练、潜能激发。还有灵修，当时候台湾很热门啊，我就从事这个销售工作，卖课程，那时候卖了一个课程，我还记得，3天5万5啊，哇，当时候到海口都可以买房子了，那么贵啊，结果上了课好像没解决问题。这个钱我就赚不下去了，所以人有时候在人生重要的关键就是毅力的抉择。你选了力了，你的人生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哎，坚持我当初做这个事业的初心，我就是要帮助人，结果就有人送我老和尚的录音带，哇，一听欲罢不能。啊，老和尚教诲没有问题，不能解决。哦，就很珍惜啊，吃饭也听啊，开车也听那听下来，佛陀所教诲的，不离戒定慧三学。所以很多邪的收费也很高哦，你去观察，他没有符合戒。私生活很乱，一定是邪师。所以不，只要他的行为有杀盗邪淫、妄语这些问题，都是邪的。这个就能判断了。包含呢，一定从敬业三福。修行的基础是三，它跟三福不相应就是邪的。所以三福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有很多邪教啊，不强调孝道，甚至啊，对父母的态度不好，都是偏邪。我记得遇到一个学邪教的，他听完我们讲课啊。他说：“我假如先学传统文化，学孝道，我就不会陷进去了。所以大家去观察一下。现在呢，他不学正的，他就可能被邪的拉走。不学了，可能他就有忧郁啊这些问题了。所以我自己感觉，不是救火10万火急。”现在把圣教介绍给亲戚朋友啊，也10万火急。你晚一天，说不定邪的东西他先入为主，说不定他可能转不过念头，想不开了。所以我们这种利众的心切呀，活菩萨一加持，很可能这些护念10万火急的亲戚朋友的缘，就会。跟我们接上，这感应是不思议。那今天时间到了，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